大半夜的，干嘛去了？怎么才回来？去见一朋友。哎，戴什么眼镜啊？红的。脸怎么那么红啊？哦，热的。方玲女士，今天零下十几度呢，你热成这样啊？我走热了。找我什么事儿？没事儿。 听好了啊！后来呢？没后来。啊？我告诉你，至少在咱们家里，永远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换个地方啊！你有完没完？我这为你着急，你说你这……你着什么急呀你？我都不急，你急什么？ 你还是个男人吗？你就是跟我不行，你跟别人绝对不会有问题的。我跟你怎么不行了呀？想当年我也是一猛男，好吗？不是猛男，看不上你。你猛什么猛？我想跟你说的是什么呀？现在你跟别人都怎么想的？就说咱俩谈恋爱那会儿，咱俩确定关系至少得半年以后，我才敢碰你的手吧。 第192天，脑子真好使，你不学会计真对不起你。还是我主动的，你说你什么时候主动过？啊，你能不能主动一次？我就是想说啊，至少咱们那时候吧，你谈恋爱都是奔着一辈子去的。你看现在年轻人，都是一阵子，有的一阵子都没有。 咱们俩是奔着一辈子去谈的，不也没一辈子吗？你那都是老观念呢。现在的年轻人，人家要的是VIBE。什么？情调。你现在已经 out 了。你再怎么与时俱进，你再怎么，你哪怕你生活在古代，谈恋爱就是谈恋爱的样子吧。你结了婚之后，你还是得。 面对柴米油盐，面对鸡毛蒜皮，吵吵闹闹，拌拌嘴，这是正常的事情。所以，我的意思是，你要找一个踏踏实实跟你过一辈子的人。那过不了一辈子，就不是爱情吗？我发现你今天怎么老是跟我较劲啊？我告诉你，
能在一起那叫缘分，分开了那叫缘尽。有钱那就住宾馆吃大餐，没钱吃方便面住地下室，这不是爱情吗？方云女士，我发现你最近还真是变化挺大了。黑啤？我不喝黑啤。我喝。哎，老秦，早。啊，我想拿完报告去看看方向。哦，等一下啊，好好我去拿报告。方大夫，好久不见，越来越漂亮了。哎呀，你是笑话我呢吧？哪有你漂亮啊？跟老秦相处的不错，挺好的。老秦这个人呐，思想有点保守。你呢，注意点做事的方式方法啊。是吗？他挺懂我的呀。是吗？那就好。那你懂他吗？知道他爱吃什么吗？面，面条，大葱。欢迎。啊，那我先走了。嗯，好。等你吃面啊。吓我一跳，你干嘛呢？你这是？全院的人都知道我喜欢你，什么好毒啊？那也得注意影响。怎么追到这儿来了？什么事儿啊？还真有事儿，我妈非得让我参加什么电视相亲，你说我去不去啊？好事儿当然得去啊！你就不担心别人把我给选走了？这种可能性不太大吧？哎，别动手动脚。我把我们俩的事儿跟我妈说。我们俩什么事儿啊？装啊你！咱俩不合适，你应该找一个跟你年龄差不多的，相仿的。说的跟我妈一模一样。所以啊，你要听你爸妈的话啊，参考他们的意见是至关重要的。参考呢可以，但是决定权在我。你也不用跟我说了，我想清楚了，李白。没问题。哎，你醒了？睡好了吗？去干嘛呀？哎，你说话。去哪儿啊？哎。干嘛去啊？我刚才没说什么不该说的吧？刚才说的好像都是不该说的。姐夫，我们家北京什么时候生啊？我不是听说他病了吗？过来看看，你碰上同事了。我说呢，怎么呼吸科改成妇产科了？我介绍一下啊，刘佳佳，这是方韵的妹妹，方向。哦，你好。甜吗？甜吗？也就那么回事儿吧。我去看看北京。我也去看看北京。我妈又问我们俩的事儿了。秦医生，你觉得我们俩现在是什么关系啊？你笑什么？你笑什么？你是不是觉得我挺死缠烂打的？嗯？我从小呢是个挺听话的孩子，其实我挺认死理儿。
看出来了。讨厌！哎，我昨天跟我妈说，有人在追我，说的不是你啊。我说那个人条件挺好的，就是还没离婚呢。猜我妈怎么说？我妈说：“你去找秦医生结婚去。”秦医生，你娶了我吧，我就喜欢你，我喜欢不了别人。去一个地方。别多想了，说不定部长哪天就回来了。不找了，绝对不找了。我就命苦，当时孩子丢了就应该听我婆婆的，再生一个不就完了吗？哎呀，你说这孩子也就不听话。当初我就是去药房领了两个免费的口罩，一回头，孩子没了。我找大师算过，大师说我跟孩子没缘分。那我一听就不乐意了，我说你说没缘分就没缘分啊，我十月怀胎生出来的怎么就没缘分呢？我现在这么一看就是没缘分。行了，不说了。我孩子啊，现在说不定来哪个有钱人家享福呢。哼，我这么一看，就我最惨，就我最可怜。你可怜什么呀？我比你还可怜。哼，你说你至少呢，孩子虽然丢了吧，你有可能还能找着，你还有个希望。我呢，我连希望都没有。你说我是不是天底下最可怜的？你俩都没我可怜，你俩是没孩子，我是有孩子，见不到，想见都见不到。好了好了好了，来来来来来，咱们不说这些糟心的事儿了哈。哎，你们俩刚才来是干嘛来的？不是吵架吗？讲到什么了？啊？对，雇佣关系，雇佣关系。你明白你们俩的雇佣关系吗？他雇我，他是老板。你既然知道他是你老板，你为什么天天对他发脾气呢？他还跟我发脾气啊？我不道过歉吗？你啥点道过歉，根本就没有。我每次跟你发完脾气，我都给你红包，给你买衣服，你怎么就不记得呢？你别扯那没用的，那是钱的事儿吗？你有钱就能骂我呀？看到没有？我花钱雇人，我还不能说吗？不是不能说，是你那话说的太难听了。我拖地不换水，那是为了给他省水费。那浑浑吃完饭你就吃不了就倒，我说你那是浪费。有你那么炒菜的吗？就我们两个人吃饭，他炒一个土豆丝用两个这么大土豆。哎，我跟你说过好多回，我说的剩菜不能吃，对身体不好，他就不记得。那有啥不好的？你那就是浪费，浪费就是犯罪。你还不能说了。好了好了好了，别说了别说了。你看到没有，连我衣服都穿上了，天天穿，到菜市场买菜也穿。别人一夸他好看呢啊，还拍张照片给我说，哎，都夸我好看，都夸我气质好。啊呸，那气质好个屁，穿上就比你好看，气质就比你强。那我穿这身去买菜，人都问我呀，你家又瘦又高那个保姆们一起来给你买菜，你看人原话吧。哎，你是保姆还是宝马呀？哎哎哎，朱姐朱姐朱姐什么？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你别管他，走走走，没门稀的搭理他。干嘛呀你啊？你说你扪心自问，朱姐是不是个好人？你说。是啊，我就你冲他天天发脾气，我都劝过他好多次，我说你就把他开了，换一个保姆，
你不就省心了吗？你知道他怎么说吗？他说对你有感情了，他舍不得坏你。你说你这隔三差五的去找你孩子，你的住宿费、你的车票费不都是他给你出吗？有这么好的主人吗？你看着他住的大别墅，你就眼红啊？你想想他的老公、孩子都在国外，他不跟守活寡一样吗？他有时候脾气不好，这也是正常的呀。我明白，方姐，我啥也不说了，你给我开瓶酒，我自己喝。什么喝呀？你赶快去找他去，跟他道个歉啊！对你够好的了，就知足吧。我就不爱搭理他，就他那个狗脾气，哎。光这样擦擦不干净，啊！哎，喷点这个。你说这个江南给咱老板灌什么迷魂药了啊？咱俩老员工都没有这待遇。然后再用温水擦一遍。人家是小鲜肉，你是什么呀？小冬瓜。再说了，人家会唱歌。来吧，你会吗？哎，不错。哎，你说这个江南会不会真跟咱老板好了？我来。哎，给我。啊，那你来拖。哎，没问题啊，欢迎金大夫。佳佳来了，佳佳，方医生，哎，快坐，来，那个江南，再拿个凳子过来。哎呀，你总算把佳佳给带过来了哈。谢谢。把我那个存的红酒拿来。啊，最好的那个。好，最贵的那个啊。哎，这是您的店啊。咱们今天庆祝一下，你早就应该把佳佳带过来了。嗯，今天带来都带晚了。咱俩不是说过吗？谁要是有一个自己喜欢的人，就要带来给对方看一眼，因为我们彼此都有一票否决权。我还有一票否决权。那我今天要考考佳佳啊，怎么样，老秦，够贵吗？哟。好酒，隐藏的都是好酒。行，我来吧。来，江南看，还是我来吧。要是过我这关，我就投赞成票；要是没过呢，我就投否决票。就放这儿吧。啊，好。来吧，没事。来，我们先庆祝一下。啊，你去忙吧。啊。哎。哎，江南，接着干活啊。啊，我现在开始考试了啊！啊，第一，老秦喜欢什么颜色？黑色。很了解你啊！哎，宝女，你能问一点高智商的问题吗？哦，高智商。他喜欢什么花？狗尾巴花。葱花，你就给他葱和大蒜。好了，来啊，答对一半啊哈啊！下面接着问啊，老秦最害怕什么？怕您。那是过去。哎，他对什么过敏？这我知道。什么？狗毛。所有动物的毛他都过敏。我不养狗。再说，我想结婚之后就要孩子，更不能养狗了。真的，太好了，太好了。什么时候办呢？也没打算大操大办，他是内蒙古的嘛，然后准备回去跟他爸妈吃个饭就行了。吃个饭就行了，我不同意。你不能不好意思啊，太太脚，不好意思。你不能亏待了人家佳佳呀，啊？哪能那么简简单单的就把人家给娶了？我不同意啊！咱们回北京，我帮你们操办，好不好？谢谢方医生。嗯，您真好。你知道吗？原来你在医院的时候，你们俩的关系是我们整个医护人员的榜样。那时候我们护士站的所有的女孩都说，要嫁人就照着秦主任这样找。等结了婚以后呢？就像方医生这样的楷模楷姐，我也替你们难过。其实我也挺尴尬的，说实话。当时我也想为你们办点什么事儿。哎呀，来，让让啊，不好意思啊。你放心，您是好人，秦主任也是好人，我都想好了，你们没有完成的任务，我替你们完成。以后
我们俩的孩子就是您的孩子。其实孩子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秦韵韵。你说什么呢？我说的都是心里话。秦主任，我说错话了吗？喝多没意思，来。太少了。可以啊，这酒更好，得存点儿。这酒好，存着，慢慢喝。不，我说了，给我倒上。我倒了。我是老板。我干活去了啊。江南，刚才没说错话吧？跟别人结婚，如果旧的走了，新的就应该来。你值得拥有更好的爱情。晚安。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甚迟，我恨君甚早。后悔吗？啊？跟我后悔吗？你后悔吗？我是后悔，后悔没早生十几年，要是早生十几年，就不会让人家锁在主卧室外边了。
生气了？没有。我知道你为什么不让我上那张床。那张床是属于你和方医生的。不过，从今天起，是属于我的。属于我一个人的，好不好？喝过这么多酒，真的断片了。我没做什么不该做的事儿吧？对不起。别说对不起，该说对不起是我。为什么？因为不是你对不起，是我对不起，真的。你是想安慰我？从一开始我就骗你，我就假装是一个盲人。你别这么说，我从来没觉得你在骗我，真的，只是一个美丽的误会。美丽的误会？什么叫美丽的误会？如果你要是觉得不舒服，你想离开，没有关系。如果你想继续在这做下去，咱们就当什么都没发生，好吧？正着小时候，我跟方玉都上夜班，在医院里。你说我们俩为什么总得有一个上班呢？这方玉上班的时候吧，你知道壮壮跑过来跟我说什么呀？说爸爸，我陪着你睡，我怕你一个人睡害怕。上幼儿园的一个孩子说出这样的话，我跟你讲，你现在别说就是一个家家，就他妈十个家家给我生一窝孩子，都他妈不是壮壮。壮壮有天回来跟我说，爸爸，老师让我们造句，造幸福两个字儿。但是我不会写字，你帮我写吧。我说好啊，那你告诉爸爸，你觉得什么是幸福？你猜他说的是什么？睡在爸爸妈妈中间最幸福。我他妈招谁惹谁了呀？我没招谁惹谁呀、啊，父母双亡，孩子没了，离了婚，我为什么离婚？我以为我是为方玉好，我以为我离了婚，我他妈也能快乐起来，我不用怎么整天回去再想着壮壮，每天都这么想，
他也想，我也想，我不想这么做。白雪，这人吧，都他妈贱。分开了，你觉得开心吗？我他妈就是一个贱，不开心。知道该多好，大姐夫，你说什么呀？这是，其实我觉得我活得挺明白的，我特别想让我自己做一个圣人，我觉得什么东西我都不管了，因为我经历的太多了。但我没办法，我还是一个反复组织。哎，我跟你讲，我带着刘霞霞回来了。我在那个床上没成，后来喝了酒我成了，但不，别误会啊，没在那个床上。没在方韵的房间。每次喝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就像这张床，我总是觉得壮壮跟方韵还能在我的身边。我觉得你不要再想那些了，你跟佳佳现在不是成了吗？这不挺好吗？壮壮在那时候吧，我没做一个好爸爸。方韵在的时候吧，我也没尽一个做丈夫的责任。我们都觉得你做得很好。好，确实不好。但是有一点，你知道刚才佳佳问我什么吗？她说，我就买一张我能够有资格睡的床。你觉得我错了吗？没错，没错。我都现在对我自己都不负责任了。我他妈就是一个流氓，我干嘛对人家？我必须对他负责任。不是，那我问你一句啊，你需要他吗？什么？就你需不需要他？这你说就我们俩吧，小飞象他希望有个人哄着他，我呢又特别愿意哄着他，所以我们俩就特别合适。就那你们俩呢，有没有互相的需要？活得太累了，就想找个女人过日子。她吧，合适。婆婆，你咱今年海参都卖了吗？卖了，今年行情不错。定金带了吗？带了现金。太好了，您看一下。那你先帮我看看。哎，多少？这都合同都签完了。你在哪儿呢？回来啦。你没上班啊？我跟同事调休了。今天外面太冷了。今天是我不对，以后不经过你的同意，我不会动你东西了。哎呀，那床垫换挺好的，你挺有眼光的。真的？真的。我说嘛，我买的东西你怎么能不喜欢？你饿了吧？等会儿啊。我逛了一上午的家具城，18000的我8000就买了。我妈就说我是个持家过日子的，谁娶我啊，就有福气喽。准备吃饭。这么丰盛？什么时候回我们家见见我父母？再等等吧，现在年底院里事儿多，你都知道。那我们过年回去，我提前跟我父母说一下。别七天呀，你到时候再说都行。你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呀？我没有。没有你就听话，
不过您跟我回去见我父母。我还有一个要求。你说吧。你要是想跟我过一辈子，你就把方医生给忘了。跟你说过，我们俩的关系跟他没关系，他都已经过去了。过去了吗？那你还留他那么多东西？我也不是故意翻你东西，我收拾房子的时候看见的。我也没让你把他扔了，我是想打包好了，你找个时间给他寄过去。佳佳，你能给我留点隐私吗？方医生是你的隐私啊，你还是忘不了他是吧？我跟他生活十几年了，让我忘掉他，我做不到。请你帮个忙，医院的大夫都一根筋，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就是啊，制定一个医疗方案的事儿。这大夫说非得跟家属说，说是医院的规定，这也太不合理了。本来是一个人受罪的事儿，把全家人都搁进糟心了。你妈身体又不好，爷爷的工作又那么忙，就你有点空闲了，爸爸妈实在没别的办法，找不着别人了。说明不了什么，这大夫不也没确诊的吗？错不了，都查了好几回了。这都正常，这人呢，吃五谷杂粮，没有不得病的，这生老病死都是正常的事儿，谁都逃不过去的。我们厂里头有个工会干部姓陈，他是老三届大学毕业生了。他是我们厂里红了几十年的能人了。厂领导的每次发言稿都是他写。你妈跟我处对象的时候，还偷偷喜欢过他呢。幸亏你妈呀，当初没找他。要真跟着他了，结婚了，你妈早好几年就得该守寡了。那时候我上医院看过他去，他浑身上下插的管子，他冲着医生喊：“大夫，我不想死，我不想死，大夫，我想活着，大夫。”他儿子。儿子劝他冷静点，他儿子说：“爸，你冷静点，冷静点。”他冲着儿子喊：“他臭崽子，我他妈冷静得了吗？我他妈都想死的人了，你咋能冷静？”不知道，这是文明了一辈子的人呢，他都骂人了。
没过几天，单位里头就通知我参加遗体告别去了。你不知道，他躺在冰棺里，殡仪馆的人给他化妆，比他在医院里的活受的那些天好看多了吧。我想明白了，我不那么折腾，我不折腾，一点都不折腾。爸看得开，我告诉你，爸想得明白着呢。咱保守治疗。我死都不进医院，我死也不能死，难看。还说忘不了你，本来我想着过完年就能结婚，可是他心里边装的是你，怎么跟他结婚？我承认，我特别特别爱他，
我一直想，只要我好好对他，总有一天会把过去的全放下，能踏踏实实跟我过日子。可是他今天说他忘不了你，你知道吗？到现在还存着你所有留下的东西，包括你用过的牙刷他都没扔，还有你们那张床，说了都不怕你笑话。是连资格都没有，佳佳，我知道你也忘不了他。方医生，你是个好女人，你们复婚吧。你是他什么人？他是我儿子。哦，是女婿，顶儿子用。对，啊，那就麻烦您先到外头坐一会儿，好吧？大夫，你让我听听，到底爸爸，不是让爸爸，大夫上来听听，我承受得住。大夫，让我稍等，让他去。爸，大夫你，爸，大夫爸，您能别自个儿吓唬自个儿行吗？您没事儿。啊，要是出什么事我在这儿呢，大夫就交代一下病情，好吧？等我一下。每次他约了秦大夫啊，都会把自己打扮得漂亮的。方老板，你找我什么事儿啊？你又喝酒了？我就喝了八斤。阿秦，能不能少喝点儿？我今天不是夜班吗？哎呦，没事，让他喝一点。问你，那个刘佳佳那天我带她来，佳佳来找过我了。你说，是不是离婚的女人都愿意在自己前夫面前证明自己比离婚前过得更好？你说太对了，我发现你对女人挺有研究啊。其实啊，咱们老板跟秦大夫感情一直都挺好的。要不是因为他们的孩子因为车祸去世了，他们根本离不了婚。他过来找你干嘛呀？老秦，咱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跟你说，老秦，咱们俩已经离婚了。我对你来说已经是过去式了，你知道吗？你不能再在佳佳面前说你忘不了我。你把我的东西全部打包寄给我，佳佳。他别说换张床，他就是把家具全部都给换了，他就是把家都给卖了，换个新的家，都属于正常。我什么时候说我要跟他结婚了呀？你不是已经跟他？我跟他睡了是吗？谁告诉你我跟他睡，我就要跟他结婚了？秦，你不是这样的人。我以前不是，我现在不代表我不是。你，方玉，哎，方老板。咱俩离婚多长时间了？我他妈是个男人，我也得有需求，对不对？我得有需求啊！不是，刘佳佳啊，不是第一个，也绝不是最后一个。那个家以前是你的，你说了算；现在这个家是我的，就得我说了算。走了，老秦，你干嘛去？我回去，我回去就跟他分手去。你喝多了，你。
我就知道你还在关心我。你就把我给忘了吧，我怎么求你了，好吗？干什么呢你？你干什么你？问你话呢，忘得了我吗你？你们忘不了。谁呀你？外边，别看你们比我年长吧。哎。比我大，在感情这方面你们还真不如我。你们要是彼此不爱了，就赶紧离婚；如果还爱着，该复婚复婚，就这么简单。不是你，你谁呀？你懂个屁！你我什么都不懂，我只知道，如果现在有一姑娘死心塌地的跟着你，你就好好对人家；如果你心里边还牵挂着我们老板，你就留一个角落给他，别动我，别动我，我没有，给我来杯酒，黑啤，我不要黑啤，我要最贵的酒，黑啤，来一最贵的黑啤，好嘞，你是过来干什么的呀？来，坐，哥。他是我的小鲜肉。黑皮，快上酒，快点！别动我！再说一遍，别动我！别动我！好，哥，请坐。回来了，怎么又喝酒了？谁让你去找他了？谁让你去找他了？站住！站住！站住！我问你话了，谁让你去找他了？你想，你希望我们重新复婚啊？啊？我什么时候我跟你说过，我过了年就要跟你结婚呀？不是，哎，不是，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我那个我没说过这话吧？我真的想不起来了。
我一直觉得你是一个特别善良、特别单纯的女孩，但我真没想到你怎么做这种事儿啊？你别说话，我跟你说了很多遍了，刘佳佳，我跟他离婚了，我跟他任何关系都没有了，你说你干嘛还去找他？你找他干什么呀？你呀，你在他面前你已经赢了，你有什么好炫耀的？你这样去伤害人，你觉得好吗？求婚，他怕你受委屈，他时时刻刻都怕你受委屈。但是你呢？为什么时时刻刻都想让他受委屈呢？我都有点不认识你了。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做，但我宁愿相信我没有看错人，我还一如既往的觉得你是一个好女孩。这个世界上吧，我觉得你如果想要别人尊重你，你首先得尊重别人，对吧？方玉啊，是个好女人。我这辈子，我是没有机会跟她过一辈子。但是你相信我，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不可能让别人伤害他。只要我还活着，谁也别想欺负他。
谢。哎，姐，你们买吃的来了。谢谢，谢谢，谢谢姐，谢谢姐。哎，怎么就你们两个呢？啊，江南呢？啊，他说你把他开了，已经走了。不是姐，你说他犯什么错了？他什么时候走的？一早就走了，我来的时候东西都收拾好了，我还帮他叫了个车呢。走的时候你们怎么不通知我一声呢？不是你让他走的吗？对。黑皮，你去找一下他，别出什么事儿。哎哎哎，走走走，哎哎，好。哎呀，我跟您说了，这确实是不好找。哦，好，谢谢。行，回头我再帮您看看。好的，好的。哎，佳佳，找到没有？没找到就算了，再等下一个。哎，你跟他到哪一步了？没到哪一步。没到哪一步？是他没主动，还是你没配合呀？你能不能把人想得美好一点？想得美好，现实是残酷的。他花你钱了吧？他连工资都没领就走了。没领工资？那他图了什么呢？我说，亲爱的，忠言逆耳利于行。你别觉得我说话不好听。我真的不相信什么跨年纪的真爱。那小鲜肉才来几天呢，就把你弄成这样了。你别看你40岁又离过婚，你真赶不上那些没结过婚的小姑娘们。没有人骗我，有人骗你倒好，就怕你自欺欺人。你是不是除了请大夫之外，没谈过恋爱？呀，姐，姐夫来电话了。喂，老公，哎呀，没干什么，想你了。要我说呀，你别听他的，他那是嫉妒你，嫉妒有人喜欢你。你看你笑啥呀？我说的都是大实话。他
这个人吧，就是见不得别人好。要我说，离过婚的女人咋的了？离过婚的女人还有经验呢，这在工厂还招熟练工呢，是不是？哎，姐，平时我发的朋友圈你看不？我哪有时间看呢？你没事你看看，我发那玩意儿挺有意思。我给你念一段啊，缘分不是偶然，要心向心；感情不是儿戏，要懂得珍惜。真情本无语，尽在珍惜，尽在真心。这词儿写太好了，是不是姐？我是不是说错话了？没有。你说的对，丽萍，哎，方姐让我盯一下店。哎，回啥去？怎么了？这是？你跟他说什么了？我跟他说，我跟他说你说的都对。看见没？哦，看见了，看见了，拿手机那个吧。哎，气质不错啊。是的，佳佳，年龄有点大吧？嗯。我过去了啊。坐下，坐下，坐。你干嘛去啊？我过去。先晾着他。等了半天我。哎，刘佳佳，他一个大男人，等会儿你怎么了？告诉你啊，我可是过来人，这还没结婚呢，你就这么上赶子，这结了婚呢，有你好果子吃。快，哎，尤其像他这种啊，成熟稳重的，还有气质，尤其是这种二婚男人，跟你说，你更要小心，反复注意。你没听过那句话吗？结婚后女人流的泪，就是婚前脑子进的水。学的你还一套一套的。哎，我说的这些可都是真理啊！我都谈过多少次恋爱了，哪像你呀，第一次。你要早跟我说这事儿，我肯定拦着你不让你往上扑。这上杆子的，谁能珍惜你呀？真是。哎，我说你别不乐意听啊，我这都为了你好。行了行了，咱俩走吧。这家伙，挂了挂了。行了行了，咱俩赶紧走吧。上吧，上吧，吃饭去。吃个他怎么办呀？让他在这等着，你再晾他两天。赶紧走走走。
说好不好？